胖十斤和秃头，你选哪一个？胖十斤，胖十斤比较好减。你喜欢吃甜的还是辣的？我比较喜欢苦的。你有没有最讨厌物？有，但是我一下想不起来。九九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皮炎平。以后会上网搜自己吗？会。拧的时候是一个人看还是必须有人陪？都行，一个人看也行，出去看电影院看也行。